大家好，这里是王老师学中文，我是王老师，高兴在这里和你见面，一起学习写汉字。好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。在学习写汉字之前，让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五个汉字：厚、厚、正、正、肉、肉、汉、汉、贵、贵。好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